72岁的阿姨，空腹血糖不到十，看，让他校正。老太太说：“先考虑考虑吧，先给他临时解决一下啊，对，先休一下，让你先别疼。”嗯，那血糖超过10个，我们都不能给你整了都。现在人生活质量好，年龄都大，长寿，别动就行了啊。疼是正常的，有点疼是正常的，你都扎成这样还不疼，都溃成卷了，疼是正常的，不动就行啊。我们这讲理，许喊不许动，要不疼你不就不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得来就来呀，赶紧整，那是感染了就不是30-50的事了，多遭多少罪，夏天天热，别动，没有事儿啊。你看都压成啥样了？我在外头看见那照片，吓得不敢进。嗯，看那个播的那个视频是不是？后来还是咬着牙进的。完事了，看这抽成的卷儿。一个小卷子。那好没？你再看看这儿。你说你卷啥呀？你卷。你看压的里头，它看着就像淤血似的。这阿姨血糖高，所以我不能给她清理的这个死皮拽的特别彻底。